这样对面下路好像还是推线，推线的话，只要下波不被反蹲，基本上稳定的抓到。那时候是学 W。等我。这种线对面打野有几率在反蹲，但是这种分段反蹲的几率不是很大，这风险值得。尝试。直跑还是挺有用的，不是？太有用了。只能换了，我靠！他这硬生生吃个三段 Q， 我不知道剑魔有没有闪的。哎呦，好奇怪！要是知道了没闪，其实我这波能可以更好的操作一下。这有点坏。推荐先攻，你不推荐。抓不了啊，这位置。我不可能放在下路不抓，一个稳抓的不抓就抓他。其实 Q 就不就死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剑魔有没有闪呢，我以为他会 Q 闪呀，就认为什么技能没标过呀。懂了不？直到后面我才知道他那个叫什么没闪，直接 Q 的话他 Q 闪就把我技能全躲掉了。
甜蜜的回忆。你的暴力欲望，急切的渴望得到满足。满足你自己去吧，我有更大的计划。Ally has been slain. Yeah! 反应怎么这么慢啊？是的，这好像是不好杀的。六级，别来查我了！怎么太急跑了？没换、啊。换掉，等级太高了，我得刷回野，不然很炸的。我得小心他反红。刚看他打完虫子再被抓就很离谱了。过来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就累了？我看你根本没出力。蠢货，我就是把人都力是你要走的。大家之间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一起。讨厌你那么说。欲呼欲屠杀的欲望向你投入。妈，为什么没繁衍？我不是把把都要繁衍的？这个问题问的很奇怪，不是一定要去繁衍才能玩啊？明显下路这么好抓，两个没位移的，你非要去繁衍，断自己节奏干嘛？我也不是把把都去繁衍，估计要嘎了呀。比如这波可以去繁衍，那为什么不去呢？因为能抓下。那下路现在的摆着去了，八成的抓到。但是有点急了，我就差一点能量。泰坦为什么要绕过去拍眼呀？我都标记了，就差一点能量变身，他非要把这个人杀了，能说啥呢？有没有人把这个人禁言一下？跟他说话脑子疼。昨天就在叫了，今天还在叫。我不相信你能这么容易就让我重生啊！别怕。哦，莱亚斯特，你一直都瞒着我，力量感觉太好了。Unstoppable。不给个黄牌这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卡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伤害啊，该 K 的时候他不 K， 该打伤害的时候他不打，不该打的时候他直接把人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反正他没打伤害。
怪不得火不了，脾气太大了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就在这叫。他从昨天碰到现在，我难道我不该给他禁言啊？没你大度啊！说话不动脑的。建模这点血不好闪，还记得你吗？记得。这波是不是该上去啊？没想到对面没走，完了！我操，这一口回的，估计他们要炸。这不好亏呀、啊！主播参加陈泽杯吗？不去的。我以为剑魔走了，没想到还会打起来。出个不假鞋，我刚才不好杀他。七次了，有点恐怖啊。先不出九头蛇了，要后期被出。前期输不太好，太贵了，太拖节奏了。主要看一不缺那个刷 AOE。
妈，起跑好像没咋用过。嗯，大招又他妈浪费了。手感不太好，我 W 控放得很歪，这把说实话。安凯要出影魔刀吗？那不得看阵容吗？那不能要看阵容的，像这把就可以出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出影魔刀这个装备。哎，完了。无所谓，钱多任性。不需要什么继承顺位，把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全部扑杀，直到只剩开一。所有人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快？经济时机加急炮呀！其实你看保卡牌和瑞文，我身上有个先锋，可以先把这个卡推了。太浪了，这会死的，保一下。技能放的是真的，一个没中，厉害厉害，一个没中。啊，都被打下来了，我操，很恐怖，恐怖剑魔，卡莎啊，被打下来了。
时间到了，什么时候红凯有建模的数值就好了，说实话。我感觉卡莎发育很好，但是没鸟用啊！你们发现没？真的没鸟用啊！是不是不该往这边跑，还有这边跑掉？那你跟我去干嘛？行了，跟你。那你这死的有点断节奏了。那卡莎真的一直在死。不要呗。纯叔叔的飞飞。为什么太太不是被吓住了？无数世界都将臣服。因为疾跑，我刚直接开了。
啊？为什么突然有个牌给我进出了？人闷掉了，我操！哈，哈哈，没想到，感觉我快融入他们了。看酒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没用啊。没注意。啊，脑子还是不太清醒。为什么他一点血量没有要做一个血鼠啊？我靠，太厉害了。我以为他要做夜刃呢，谁叫做了血鼠。我感觉可以啊。队友人类反正死不掉，我想要 A 了一下，但打得好奇怪，感觉我撑得挺久的。我的很快，真融入他们了，感觉。行了，不知道我在干嘛。